啊？洗个澡吧。我觉得他有做一些小的 deco，我可能就是专案 PM 说啊，这个地图要稍微微调改版一下，所以要交代啊，说啊，我们有做了一些 deco。我前天看了那个 Netflix 上面有一个游戏的那个纪录片，它是那个独立工作室在记录他们的开发工作、开发游戏的过程，然后到发表这样，那有一些看法，他们对于这种大型像 EA 啊或者是那种 Blizzard 这种公司的，就他们不喜欢大型制作啊。他们一两个人开发游戏，那可以看一下。靠！靠！我飞不上去。小美有个利用啊。靠，没血！啊！我被消防队打死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拆掉就好了。我等下就说。死在空中。起来吧，暂停。啊！哇，被小美喷死。我看你喷去拿血，没有吃到啊？过了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快快过吧，杀光，冲冲冲，快攻快攻！好，我们居然有人已经冲进去了。是啊，我还好哎。多存一点。开护盾。哦，小敏好厉害。是哦，应该是平衡微调，因为实际 user 进去了，
怎么用这些角色，可能跟他预期的状态不一样嘛。赢了，我好像四连杀哦，应该是我。我，是我，一定是我。又好像四连杀 ，triple 还 triple。没有，只把它牵制住而已。耶、yeah. ！只有小美。